好，我在旁边。这游戏叫无忧宫，你等一下你要出来，玩了就没有什么忧虑了。对，它是德国的一个宫殿，号称是德国的凡尔赛宫，反正就宫殿嘛。你们目的就是建造宫殿，然后让贵族们可以在这个花园里面晃来晃去。对，然后他晃到下越的话分数就越高，他们越喜欢，所以晃起来。对，我对花园其实没什么好感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那游戏呢？它是手牌管理啊。你们每个人会有一副牌，一模一样的一副牌，总共有，总共有要洗吗？就不用洗，十八张要洗，十八张牌。那每一回合你会出一张牌，所以十八张牌就是出十八盒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每一回合出一张牌，那它规则是就是一次会抽两张起来，二选一，轮到你的时候就出一张牌，然后拿对应的板块，然后放回来，放到拼到你的，有可能拿不到吗？有可能，等一下会讲，反正就出牌拿板块拼上来，然后走贵族，基本上流程就这样。OK， 好，那出牌的话，第一个。你会比如说你想拿这个，你就可以出你拿出这个就是拿这个图案的板块。那它总共有九种图案，就在这里有迷宫啦、雕像啦、白白楼梯啊、水池，九种图案在这边。OK， 所以你出水池就可以拿水池的板块拿回来放。是，那万一场上都没有水池的板块怎么办？你可以任选一个哦，这么出水池的话，那也要拿光了。那像出这种就是你可以拿白色或紫色区域的一片，可以拿随便补，哦，马上补了，会马上补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就是五个颜色，也就是任意的意思。OK， 一张，有一张是这个惯用牌，对，其他的都是这样。好，好，那拿回来之后呢，要怎么拼？水池就是拼在水池这一排，什么图案就是拼在什么图案这一排，好，然后不用管颜色，对，不用管，要管颜色，要管颜色。你是从蓝色拿的，就要拼在蓝色的位置。你是从什么颜色拿，就拼在那一排的那个位置。对，像我从拿到这个蓝色的水池，就会拼在蓝色的水池这里。不是这里呢，不行，这叫白色，一定要蓝色的。那如果你蓝色，你要拿蓝色水池，然后又刚好这个被拼掉了呢 ？OK， 那所以拼的时候不一定要接着拼，你可以先拼后面的 OK。好，那刚才小杨问到，如果你要拿要拼这边已经有了怎么办？你要把它翻面变成园丁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拼在任何其他的上下左右的气球。新的那一块可以任意拼吧？对，新的那一块就是，比如说我这片又是蓝色的水池，要拼在这边，但是这边已经有这片了，翻面啊，翻面，然后就拼在上下左右的任意一个位置。这样 OK OK。那贵族不喜欢看到园丁，所以园丁是不是很好？好，尽量不要园丁。好，那拼完之后呢？你可以移动一个贵族。贵族真的很棒。好，移动一个贵族，这个贵族就是会停留在这一条路线上。这个贵族可以停留在这条路线上，但是中间他们可以绕到别的地方去。比如说，像如果这样，他可以这样走过来，但是回来一定要回到这一条路线。OK。而且一定要往前走，你不能走这边这样绕回来到这里这样之类的。不能走到原地。OK， 所以这里如果有他资质，其实可以从这里走到这里。对，或是也可以这样走过来到这边。OK， 所以中间不一定要有。OK， 他可以绕过来到这边。好，那你每次走选一只贵族走，他一定要往前，有往前啊，不一定要前进一个，可以前一次前进很多个。好，那他前进到哪一格旁边的数字，就会得几分。好。OK， 那比如说到这格四分，下次再走到这边就是再五分，再走到这边就再六分这样。好。哦，走到哪一格就是得那个分数。对，另外这边会有这个类似目标卡，就是任务卡。比如说，等一下会每个人发两张，两张都用啊，两张都用了，我忘记是二选一还是，反正两张都用好了。你如果说每次二选一啊，不要有那个再洗回去。没有，就是打一张抽一张，打一张抽一张，打一张抽一张。你说这一张就是说，游戏结束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的楼梯的这个贵族在哪个位置，会额外再加一次那个分数。OK， 那其他种呢？其他就每个都一样，图案各一个，都一样，每个图案各一个。好。
就再加一次分，简单说，起来对对对，简单说再加一次，贵族冲起来，还不错啊，这个就蛮简单的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、啊，简单的，蛮简单的，直接放直接放，就是卡。哇，那喂，那园丁，停喽，园丁发生什么事？贵、族不能停在园丁的那一个，但是可以经过，可以经过，可以经过，那也不会讨厌啊，那还 OK 啊，但是会卡你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游戏结束的时候，垫脚石还 OK。游戏结束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板块横的有拼完的话，横的九一个横的拼完会额外再加十分。哦。直的有拼完的话会再加五分，就是每一条会分开算。好。十分五分。好。可是你总共只有十八张卡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你的任务卡，就这个的分数。好。这样。好。好。好，来，好，谁先？好，这局赢的先。剪刀石头布，啥鬼啦？就你先啦、啊。补充一下，横的是看你的十分减掉它的这个前面的分数、okay. 所以第一排是八分，第二排这一排就是七分、六分、五分、四分，横的。那个问题，我可以故意打上面没有的，然后这样就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故意打上面随便啦。好，两张。我还没抽了，我这是我的目标卡。好，二选一。对，然后你的两张任务卡，刚刚立章说两张任务卡都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然后抽二，然后选一张卡。那我们任务卡是什么？我都忘了。好了，嗯，请出吧。来了。那你就不可能拿，就一定会拿。对，拿这个。然后拼在紫色的，最紫色的。紫色的哦，就从来哦，对对，从来对，从来来就得拼了，所以很麻烦。对，颜色要对，除非你就那个颜色你被盖掉了，你就可以再盖其他地方，可是会变园丁，所以。所以我打这个可以任意拿。可以。可是要拿对颜色、啊，如果它不是你要的颜色，也没什么屁用。真的哎，哇，深奥，深奥。我是觉得如果要比较简单一点，可以三选一啦，就是手牌三，不用了，所以他马上就开一张新的，對對對，三分，三分。等他，等等等等等等到我们再说，等等等，不用急，这游戏就是等到我们再说。等等，你好像也没办法事先亏，对，可以啊，先事先看，稍微看一下，只要没有被拿走，没有被拿走，你被拿走，你要，但是你被拿走，你就不用想。人物，这个嘛。哦，这加一分，好，是这样，好点。补了一个游泳池，喷水池。干嘛？哦，什么？只是提醒大家，你有可能可以绕回来哦。比如说，我从这里出发，我绕这边过来，先到这一个，下一回再走这一个是 OK 的、哦。好，只要它是比原来的有往前就可以，所以是有可能可以回头的。好。我觉得倒牌了。那你不先赢一个了，啊，赢了，那分数我加了。分为什么不先赚两分？他要一分一分慢慢赚啊。你做十八次动作。这个啊，对啊，或者是你就先走两分的，你先想。他从下次也可以直接跑三分，是没办法。那、还是可以跑三分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三个都在下面啊。哇，这是不是？你问我谁？他想他的目标啊，说不定啊。好，主意，我先走两分的，好了。不是、啊，他目标之后再跑也是一样六分啊，还是再飙一次六分、啊，所以都一样啊。其他考量，蓝色在下面，不是有两分的你告诉我你走一分，我就不懂了。先两分，绿色两分，下一位，这个我就不懂。好，补一张。哎、欸，你的帮我补一张，看一下。目标是就走这个吧，我觉得很硬，是走的。下换绿色是不是，绿色走了，走了。下换蓝色，我觉得很硬。对对对，这游戏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，规则很简单吗？规则不难。我觉得这个像十个，它其实内定的不太一样。好犹豫哦，等一下，我先看这个。比较少的这个，怎么比较重的？后面两面都可以，这个也没有，两面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两面不一样。这是一样啊，等一下这个如果抽到，哎，你们两个同面抽得到，不是没有，因为它是这个，所以你没有没有，就算同对啊，等一下还可以再如果有中这一个，哎，同面也不一样哎，同面，对啊，所以我就选同面也不一样，内容物都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有人走吗？嗯。
那就拿他就走他吧。不太一样。来，黄色凉亭跑起来。跑起来。好，师傅，丢丢丢丢丢。哇，惨了，有点难。嗯，他还有这个扩充哎，可以这个加一片上去。哦，可以直接可以直接加分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这个白原地画是加三分。嗯，这样要直接改是不是？对，换黄色。所以每一片不一样，你对不对？对，每个人的图板不一样。对，我以为每个人差不多，就每个人不一样。不太一样。哎，你跟梦雨的。嗯，也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不是少女。这游戏听说是还不错玩的。有啊，玩第一轮就觉得很难玩了。果然是个好游戏，这就是个好游戏。有选择困难症，那就有可能会玩错。好游戏都会玩错才是。什么？这样到底我怎么？刚我看那片怎么不见了？奇怪，可是没人拿，还是我看错了？拿了，看错了，不然就被拿走。拿了吧。那我怎么办？我靠，梦很厚哎，冲到那么前。而且如果他们不在那一个颜色，你跑起来啊！你還用原地啊，我的贵族喜欢跑步。没有，就是你可以先拼啊，就是对啊。真运气吧，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吗？你的牌要抽到，然后又要运气。我不能走这哎。刚那一张是灰色，嗯，对，你可以走隔壁的。所以我走你是丢什么？这样，哦、你是丢灰，我丢这一个灰好，灰色，因为这边有白的。对啊，可是不能选。然后可以穿过别人没关系，不、嗯，穿过别的鬼人，嗯。出发啦！这个啊，对啊，这个不是很好吗？是他只能摆出发了，开了橘色拿只能拿这里吧？对，放橘色啊，开了。对，我这里。妈，感动，帮我拿掉呗。等一下，看拼这个、这个或这个，接起来。就是，但是真的好难哦。他那个，因为你拿起来的颜色，它不是根据你卡的颜色去打，对不对？它是根据你拿的位置。我觉得不是吧？你是规则看错。拿的颜色就是拿的，厉害。不是像那个没有颜色，应该是随便摆吧？没有，看你从哪里拿的。你确定？对对对。可是这样好卡哎、欸。所以你要找刚好没有的啦、啊。没位置找啊。就运气运气啊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运气运气啊。这样太硬了啦，这样太硬了。总共81个板块，所以每一个图案有九个板块，所以你也没办法全拿。就是其实园丁只是贵族不能停留，没有其他任何的坏处。对，是吗？对，我确定一下。确定啊，还有可以连成一线的、啊。如果照他的规则上，园丁有算连线吗？也算啊，如果你集满话，园丁也算连线，只是不能停留，不能停留。对对对。那我要拿这个当做园丁使用。你要那个地方有才行，你要打出来啊。这里啊，我拿这个白色啊，啊有啦。我没有，我就确定嘛。对。所以翻面嘛。对。嗯。园丁跑起来。对耶。对啊。那我就好奇看一下。三分。欸、不是说可以拿，一定要拿，可以我可以拿，没有，我拿白色啊，我拿白色，然后他挡到园丁了，我不能拼，变成园丁了，所以我园丁就可以去旁边做事了。哎、嗯欸，对，好啊，梦雨很会啊，哎呀，贵族要跑步啊，干嘛？贵族都长得跟猪一样，对啊，所以事实拿园丁也不错、啊，园丁不错哦、啊，没有不错啊，是起手都是紫色、蓝色。的牌根本没有办法、啊，紫色、蓝色，我起手都只是跟蓝色的牌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换谁？哦，没有啊，你有黄色，你可以拿那种形状的、啊，不一定要拿颜色的、啊。对啊，我在想那个颜色。因为不可能只能拿这里啦，你两张牌怎么可能只能拿这里？我拿这个，我拿这个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就没有就任意拿，对啊，可以啊。三分这个，我是你去跑喷水池，那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、啊，那个在跑，不两个都一样啊，都是三分、啊。嗯，是啦，看是啦。对，可是我得跑这个。好，他想跑，给他跑，给他跑。我觉得是一样吧，三分差在哪？我是觉得没差，主要是没差。OK。
拍啊，没什么啊，还好没有拍到。自己抽。这什么？凉亭。这个凉亭。那就是小螃蟹啦。那感觉凉亭跑起来。没有互相啊，反正我也是一样紫色啊，没有什么蟹不蟹。嗯，哇，你是跑三四五这样？没有，我打算到的时候再慢慢接过来看各位。有时候你是这样三四五吗？对啊，就看看先接到底，然后再看各位接，好像有点难呐、啊。是可以的，但是就结束了，我就不用动了，因为贵族就跑完了，这样怪怪的。好烧哦！啊，用白搭。这个是这个迷宫嘛？对不对？不是这个。有白搭哎。三十。摆他这样就用掉了、啊。我也是，我卡了两回合了、啊，不得不，我也不想。没有橘色，橘子是两个是一样的吧？不一样啊，这树哎、欸，这是树。是这个。这是树。最右边的。最右边。这个是葡萄。这两个长那么差不多。这个是葡萄树，葡萄园。哦。OK， 然后这个是花园，这差不多。这个是那个树雕，你不觉得连路都不一样吗？就树景观，哇，都现在王爷有那个都忘记拍照。我觉得这你知道要想多久？没有，他就两张可以选而已。对啊，紫色在这，灰色在这，先拿灰色。好，这是迷宫哦。对啊，这是迷宫，可是你可以乱拿哦。没有啊。不是、欸，你打这张是可以乱拿、啊，那两张不一样哦，这个、啊、都不一样，不是那个啦，不是那个、啊，那个是这个石头镇花园啊，那个是花园，这两个不一样，这个是迷宫，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觉得不一样吧，不一样，这个是有花的，有对啊，花园，我没看错吧？你这可以乱拿，我只说你为什么要就挑这两个，你可以乱拿，这个可以，你全场都可以拿，对，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那个？我不太懂，我只觉得他们两个很像。以你刚刚那个认知，有可能是认知错。那两个太像了啦！你缺什么就拿手，不是很好吗？缺的。对啊，超赚的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走。好，走这个。好，三分。开。开。为什么要开那边？我不知道，习惯就乱开，没关系，买回来，意思一样。因为不是啦，说不定这张小糖药啊，对，可惜，它只是精简而已。喂，你好，我也在想要不要先放。嗨，你好，应该有，还是我是？对，没错，先放。感觉有可能是，到底放它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到时候可以抽啊。可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，没有是。我觉得我刚刚跟错，我刚觉得要不要花一个这个浪费掉，然后先到底。我觉得这上面浪费，但是有时候他开的上面，我是不是用苹果手机？可是我怕他到最后，比如说你想要喷泉，但是他喷泉都开在你已经有的地方，有呢。但是可以帮，像他刚刚就帮忙绕路啊，先就是让他有的你可以用园丁去垫啊，没有呢。可是我没有买东西啊。哇，你已经一路走到底了、哦，我不知道，就开到来，我先打嘛，我要拿这个，可是我并没有买，我要拿紫色，我觉得它一定是有问题，嗯，这里再加五分，对，我觉得它一定有问题，是问题，我的，哎，对，我的不是手机，我的是 iPad， 嘿，等一下，我看，是，这个是石镇，嘿，迷宫。换你了，时政跟迷宫，那我可以拿，嘿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拿紫色，嘿，可以，这个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。走路，等一下，你先走路。对，他拿了吗？他，你可以直接走到山啊！你这个可以要走到山，这个可以走过。好，你要走过来吗？三个，对，这样，我两分。他只能走到山吧？他没有，他走到，他可以走一，他可以走一，这样算是。你可以选择走一，你可以只走一，我还会，你可以一步一步走，不一定要 K 啊。只要有往前一步，游记，对，就说你甚至连倒退都可以。没有，反正走八次啊，你全部都走到底，一直没得走。好的，这两张基本上都拿这四张，这样基本上90%。好想给你们看这两张，
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所以我说这两个有你有一个选择是别的，对，只是几乎没有差别，对，几乎没有差别。这个找不到。可是等一下你表演起来。这里不接了，等一下这个。这里对一个就不用了，我先用这个拿这个好了。对，知道怎么用了。开个，开个一条，开一个可以。对，两条，一条或两条就可以。对，其他的用旁边绕过去。没错，就差不多。嗯。哇，一前一后，要拿哪一个呢？所以，就看看对，没有了，想想用这个。可是那个你也没办法放啊，我知道，不行，对，对吧？嗯，这里还有个走别字啊，嗯。小心看好，不动我再看。没有那个，哦，有了，哦，没有，我们怎么拿这个嘛？它不是可以左右放吗？嗯，你是左右跟上下嘛？对啊，对，那你放这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拿不到那个，那是流过来。没有该谁？换我，换我。对，拿不到那个，我误会了什么？哦，对，误会了。是是吗？他是，我觉得这个图真的让我有点眼花。有电视站，它同样的东西有两种图案。对啊，就只有那个而已啊，其他都还好，就只有那个而已。两三种图案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森林没有这么难看懂啊，只是有人你只要掌握关键的特征就可以了。乐意拿，乐意拿。拿了哦，拿了拿了，我要选跑什么？怎么都是迷宫啊？我要跑。多跑两分了，操！哪这么好天气在过年？哎，真的。就一条通到底的，哪这么好天气在过年？这什么东西？居然来这个！这整场都迷宫哎。对啊，全部都迷宫。这真的很难哎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就一分而已。可是过不去啊。盖了也是白盖了，没有、啊、拿了当园丁用啊？没有不好，当园丁不好，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先放了一个，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早放。是，我还有五步，还有五步，还有五步。拿雕像，这没有，所以把它盖在这。剩六次，走六次，到这边四分，走六次哦。对啊，我们还有六次。那都被拿掉了。刚刚是上面问的哪，现在下面问的，所以我们要洗蓝色的位置，或是紫色的位置。尴尬了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拼这一个？这个，嗯，没办法，没有，你没有。哎呦，这个可以，不行，不要。哦，现在可以随便拿。对啊，出这张啊，就是拿那一片啊。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接起来。那走不得。六分，一二三，你都是喷泉啊。刚好当园丁啊，哥们。剩掉的手。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吧？可以啦。你要先走吗？没有，只能走这个了。其他都到底了。没赌到，可惜。因为都拿掉了，所以没了。除非开到我要的位置，因为他要刚好开到那个位置，所以很麻烦。我觉得这要留着，拿这个，拿那边的。不一定啊，你打这张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张先出。没有，这两张都可以啊，这边或这边都可以、啊。可是这边你没不好啊，所以要先打这个啊。拿那个，应该先打这个。那个有拿吗？没有。有啊，你要这个拿。你可能要。不行啊。他也可能要。哎、欸，卡一个，卡一个。你说卡一个。谁跟你要？没有人要。所以你卡那个。我只说可能啊，靠腰。房子的。迷宫。房子的。五分。你看，把迷宫拿走了哎、欸。哦。那不就是？鸟笼盖起来，那不就橘色鸟笼？随便拿的一只，橘色鸟笼。
己的。蓝色喷泉吧，你那怎么能办？或是紫色，我觉得紫色这个啦，或是紫色这个，没有这个色，那个白色，听这里五分啊。哎，我刚才没跑，抱歉，一条路跑了一分。对啊，回合结束五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二三。可是你拼这边走下也是五分啊。色冰或是这个。你可以先走四分五分，你剩一二三四五次嘛，走五次机会，所以最好的话就是走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现在我们都没有分数，所以难走。过啦，我这样。我也是啊，可是我是觉得。其实早走晚走都不是，你打这张是认啊，是可以五六五六走啦。刚刚这里有觉得合数啊，合数有点那个，或者是紫色这个也可以、啊，这样就好，这样两个都可以。四分，好，下一个一二三四六，他可以走四走五走六，我弹过五，我卡一个，你好，果然就是有可能在开口。开一个，没有。其实我是想说，把蓝色给他拿走，我们才有机会。哎呦，开蓝色的，你蓝色贴就可以过，这个是都可以下。嗯，刚好，开的真好。你是也是啊，我这个是，是因为这一格的问题，紫色对，所以一定要它洗掉才有办法。五分，你快，你盖错了，盖错了。这是八三，这个是迷宫，这是迷宫哦。开错，对对对，那我看错。所以我才说卡你一个。3、9，灰色。所以他如果出这一张也可以啊，现在出这张也可以啊，就是你刚刚要做的事情。填这个、哦，填这个。填这个没意义啊，你不会走它。拿那个啦，回楼梯有没有？回楼梯盖这里，这可以跑下来。所以填那个五分。回楼梯，我没有回啊。所以你要走的话，最好的理想状态就是一步。对啊，我没有回啊。因为你先要填这个洞或填这个洞，这个人都没跑哦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洗掉啊。填一填，可是我拿不到。哦，有啦，我可以拿这个啦，所以填这白色的这个。对啊，因为它不是嘛，所以就把它塞住。所以你要先洗一次。哦，这就可以。哦，可以。可是我其实不用这个，我也可以跑。不行啊。可以这样啊。哦也是可以啊。哦，对。你顶多就是差六分，我想一下，这一格应该没什么机会了。你说一格几张？一个九张，一个九张，每一种九片，这应该没什么。但有人真的。能够抽一条线吗？横的还直的？横的会啊会啊，值得有吗？有分数吗？值得五分，五分，横的八分啊，这样也算五分啊，横的是八七六，站起来，动了吗？没有，他还在想。原来这个，原来园丁就是来凑线的，横的九分，横的九分，这样就五分了。横的要看就是八分、七分、六分、五分、四分。OK。这样是八七六五四，就是十分减掉它的前面的数。我觉得横的分数不重要，因为你这样一条，你六个六都走一走的话，已经超过四分了。所以我把这个迷宫拿掉的话，我就盖在这里。这样也有五分是不是。如果你满的话，要满的才有。可是你这个迷宫要盖紫色吗？没有，紫色满了之后它变原地。不用，我只开玩笑的。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山洞有人这么讨厌，一定要的啊！你可以放这里，你的人就可以直接走到五分六分，可以直接可以走到六分。好啊，直接走到六，就这样做，可以走到六分，在这里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你先走三，下次再走六就可以了。他好多六啦，哦，还有都好多六，我就说你有六。哎呦哇！六六五哇，这边有七分，前面都开不到好的牌，我觉得很扯。你要不要先填五分？没有，因为你可以填这个跟这个。怎么填那边？哦，你说填这里的话是六，是六六。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。还有三栋吗？你可以先只剩三栋，你可以先楼梯填最后一个、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填这里先六。对啊，然后再填这个六。对啊。这个你也可以，这里跟这三个拿都可以填，这三个拿都。你怎么填？你不能走啊！你不能走，天元园丁啊，他就走不过来。对啊，就差六分，先补嘛。
对啊，对啊，这是游戏，不是你这个无论如何你都有办法填到啊。对啊，目前来说机会很大，我这个先填。如果我觉得不见得机会很大，好吧？是我，你知道你说这样子五分，不是你不知道底下开的牌会不会要蓝色？这边走五分，没有呀、啊，你對、啊、你心大、啊，所以你一牌完成直接加、啊。没有没有，回合游戏就是很对啊。不要跳动，实力双哥啦！不要跳动。台湾的，不要跳动，不要那么早泄。非常不好，非常不好。小唐，小唐会帮你拿掉的。拿下，拿。还剩两栋吗？三栋会出，还会出来，所以还有三栋。所以理想就是一栋两栋，可是我觉得不急啊，我觉得然后看可不可以在这边再连。他既然要拿，马西，我就把卡掉，看你会开出来。马西，马西，这个这四个任选三个。最好的状况是，那我觉得这一轮他们会拿，但是有可能没办法走。嗯，不会，不会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我们现在就一栋走一只嘛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一栋走一只啦。这边一定要先连吗？就十八分这样，对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连起来，但是我就觉得很好连。他们应该不会跟我们抢，因为他们卡都用完了，你看他下面都打完了。对啊，没有啊，这边还一排。他们都出完了啦，所以我们拿走的时间是放呛死给他们。对，这个问题，这是个问题。那，你从哪里变到哪里？走一格，走一格。哦。我只想说怎么会加一分的，好浪漫的一下。他都走完啦、啊，该走的都走完啦、啊。四只在下面呢、欸，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快、啊？我全都在下面、啊。哇，还有都五分六分的。对啊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快卡一个。可以这么。雕像迷宫卡起来。没有啊，本身就没有啊，你要开道哦，我是开道啊。这开的几率蛮大的啊。雕像我也觉得，所以我就没在怕，先打，管他。拿这个。看，我觉得没人拿，你拿就是放枪死给大家。但是不一定开得到啊，你开没用的东西也是没用。六分，这先不要走，对。没有，不管怎样，你都是要拿、啊，不管怎样，你一定会放一个给下家。对啊，放什么？对啊，那你还不如你加分，人家也加分，其实。我觉得是最好的状况。如果你觉得那一张对你来说是有用的，有一个方法，你拿这张，拿这个的，然后反正都是要电园丁嘛，对不对？那张不能电了，那张空的。哎，哦。拿这个就可以垫了啊！没有，他立庄想拿低分的，好让他开低分的，但是垫不到，垫不到，你垫不到，没这么好。这两个吗？而且你往下也垫不到，对，对，就是垫不到。没关系，你不拿我也要拿啦，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差，我都是拿照拿，没得怕。就拿吧，对啊，就拿吧。他要拿蓝色，他一直很怕蓝色开到好东西，对吧？但大家都会开啊，来，那你开，你自己开，你自己开，下家开啊，你自己开，这样，你我们，哦，太空对我来说最没太烂了，没用，不会啦，我们可以啦，三栋我们也不好，拿不到，有啦有啦，这个啦可以填，好啦，一分吧，填，嘎，填那边，要填了，也没事啊，没办法，就是走五，不可能有，没办法，就六分，原来不够，你够。等一下，迷宫泄了。不客气。六分。还要迷宫。那什么？这个也可以啊。都可以，那个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没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惜了。还。哦。一样。太。太不行了，没有用，刚好差一个，你三盒盯一下就有了。对啊，盯一下就有了。这边这边也有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先放这个，先放这个。有，但有。对，先放这个，先放这个，放这个。对。然后六分，六个六分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就可惜啊，可惜啊，可没不过其实没差，我们四选三，对，其实还可以，四选三走。
可以。还行还行。哎呀，嗯。我最后到了 GG， 没事啊，我们好像有机会赢。可以的啦，因为我们还有十五分。我们只能走一栋，灰指十五分，只拿雕像，只没雕像。他们没有赢我们十五分，他两条，他两条，他两条五分，所以差距五分。他们都两条，我们多五分。我这边这边也是，所以他最后一栋有没有分数？看你觉得怎么选？你最后一栋分数吗？有吧，我自己都不知起跳，我自己都不知。哎呦，四分起跳啊！填哪一栋？我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有自信。就这个四分起跳啊，绿色后面跑起来哎。我们只是跑得比较慢而已。真的哎，这个没错。因为上面很硬，你看上面那都是舔，那个用那个舔，很痛。拿树没意义吧？应该是拿多少？拿鸟笼。没办法放了，那个没办法。放可以，放可以。开个。拿鸟笼干嘛？没有，没东西拿了。哦。没有开。开没有开到我要的。没有开到我要的，因为刚刚被你拿走。嗯。你应该先拿那个才对，楼梯留给我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留给你呢？我知道你也想要啊，当然是先拿掉啊。可以回头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所以六分一样啊，就是看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开啊，开啊，看开到什么喽？对啊，难为。可以啊，也是六分呢。哇，太这么夸张。是不是夸张？一二三四，对啊，就是看开到什么，所以说难度太夸张，也是开六分啊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加十五，还有这个任务卡，任务卡我们是十一加五，二十六，二十六，十一加十五，二十六，对，应该是十一加十，我是十一加十，二十一，三，二十六。没有，我们是二十五这边的，追不到啊！怎么那么衰啊？加二十六不是过五十号？对，十一，对，二十五加一二十六。骗药哦！所以我们赢了。对啊，两个人玩果然也是比较厉害一点。气死了啊！没有，刚刚是一直想，后来想想算了，想不出来算了。一百分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刚刚那样是 OK 的，四分五分慢慢走，四分五分六分慢慢走。因为上面路是全短的，可是后来玩到中间我才知道，其实六分的要先抢，因为六分的没有卡住，你后面只能放这种，就是很尴尬。我觉得是运气啊，结束你不一定会开到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因为刚好你最后的六分都有开到，然后我们两个六分都没开到，因为我最后的卡也都是拿六分的，对啊，但是都没开到。然后你看，这两张都被你卡掉了。没有，其实王一刚刚我们就是说开哪一个都可以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刚我开也是，我也是四个都可以啊，我们都是都没开到，低运气。对啊，还是很运气。我做开不是，因为我开的都是跟你开的一样啊，你就先拿走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啦。对啊，我就赌再给你们开到。这跟最近出的那个什么游戏很像。好，结束，还不错。有就是我好像是输完的，有一个游戏又没有，完全没有一样。年初玩这游戏非常运气，没有，它中间就是其实没有非常运气啊，但是有运气成分。那个积分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我会说非常运气？是因为它中间板块不是每一行都固定开的，还有很多个骰子那个游戏。当然，所以它可能这一行连续开了十个喷泉。对啊，所以你就更完全对不上了。所以你就要，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赢，就是真正去猜下面开。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一开始能到六，我就会先到六。你说连续开十个喷泉，那大家都是连续开十个喷泉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恒河大军要，对，他下面要拼嘛，对，可是交易用竞速，对，交易用，对，交易用的，我都感觉起来这边跟那个还蛮。可是你刚才说这里交易啊，你刚才说这里连续开十个喷泉，可是大家都一样的条件啊。可是有拼到喷泉的就赚了，没有拼到就赔了，因为每个版图不一样啊。啊你本来可以预计说等一下可能会出什么，但没有办法预计，这完全没办法预计，就是它是有运气的。这种开板块本来就是有运气的。对啊，可是这东西我觉得要飞，我不知道。因为第一次玩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它运气成分有点太高了。
要想办法降晕。你这不是第一次玩吗？我这是第二次玩。哦，你第二次玩，所以之后就没有他有扩充了。第一次玩大概已经一年了吧，有还有超过一年。还有这个啦，运气成分太高，我觉得还好耶。我也觉得他是有运气。有运气啊、我觉得这种运气是正常的运气。对，我觉得他没有到不正常的运气就好。还有这个啊，给你各种的运气啊，再有啊，加一加二加三，对啊，对各种的运气，更多就是你放在这里要加三分，放在这里还扣三分，对，没错，对，让你更运气一点。如果园丁放上去扣三分，对，已经很运气了，我们再更运气一点，园丁加三分，园丁加园丁放上面的话，园丁扣三分，那这个呢？板块也扣三分，会扣吗？扣会啊。只要有放，那个区域不能放。对，只要有放园丁或者是板里面有埋那个埋未炸弹吧，比较恐怖。你盖的话就有可能。那这个要选什么？什么选什么？这种东西要选什么？随便啊，就没有、啊、什么选鸟笼啊，一样鸟笼、啊，它就一样是上面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它就一定扣在这里啊。哦，它因为它两面可以选啊。嗯，这个就比较好，就是它可以让你放园丁，园丁有分啊。对，园丁有分，这比较好。园丁很蠢啊，放了六。没有会啊，刚六，你可以不放，刚刚这样子啊、你可以不放，就像刚刚人的话不会放啦，就是其实能踩上去，他刚刚就放了两个，我们刚刚也很多放园丁在六了，这个没办法、啊，是有人可以不放园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放园丁加三分，不放园丁就照原来的规则。哦，不放园丁，他不是说一定要放园丁，不放园丁六分，放园丁三分，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其他地方没有他，可是这个是。有放就扣三分，不管放。可是他两个都有，这个有才两个都有吧？这个是只能放园丁吧？不是啦，没有，这个是就是你放园丁加三分，但是不是园丁不能放？不是啊，就可以放这个，你可以放一般的，就没有。那他这个为什么要另外画？这两个都要扣三分，你放这两个都要扣三分。像这个有加分，如果你这边放园丁就不会有加分。这是放只有放这个才加分，这是只有放园丁才加三分，啊，你放其他的没有加分。好，好。然后扣分是都会扣，它规则是叠上去的，它不是改规则啦，所以就是你还是可以放本来，你还是可以按照本来的玩。嗯，对啊，完全没有改规则。我这边空格感觉就是可以乱放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，他只是懒得画。我也觉得他是懒得画，懒得画是什么情况？没有没有，他不可以移动，因为这边这一排的就是这样，还有画。现在不就是复制贴上？对，我只觉得现在他的问题就是跟你问题是一样的。我只是纳闷他为什么不画，奇怪的这样，加一也可以啊，后面都加一就好了。你们就只四格不画，那不是很偷懒吗？你看就四格不画，不是很偷懒吗？他都已经画成这样了，哎，还是正面背面是一样，不一样啊。阿罕布拉什么什么阿罕布拉宫，阿罕布拉宫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那是另外一个也是领土。你玩拼图就玩那个就好啊，就是、拼图三部曲，就是拼布艺术，然后什么 Summer Ball 跟我觉得那三个玩的很少哎、欸，什么东西、啊？我只有拼，那为什么不是就玩比较多？不是熊公园，熊公园也算，但是熊公园算出街的，对啊，